其实状态如果。师班的话，就是来接受师班的话，很不幸的就立刻讲的是说立刻下降了50%。哎，往好处想，那讲的时间就上升50%，100%了。好，那就今天的那个 talk 是有两个，那第一个是我会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Firefox 38一些新功能，然后再来是大光要来跟大家聊一下就是目前要用的 HTTPS 的话，对，就是如同各位所知道的，前几天终于变成 HTTPS 了，多个 S 价格不变，那所以好，不要多说，然后就来先介绍一下 Firefox 38。那因为我认真问一下，你有在意现在，你知道现在 Firefox 出了多少吗？好，我看看 Mike 出了多少。39.0。绝对错，因为我几个礼拜之前就要40。那我发现，因为其实从在我们家工作的时候啊，就是为了写，就是帮忙他们弄新闻稿嘛，那就会比较注意说，就是啊，每版出什么，每版出什么。动太快了，那不是全职工作的时候，就有时候会很懒得去看书，就是到底每天在干嘛。那后来发现说，哎，其实前几版有一些，就是有什么新功能，完全都没有很注意。那现在大家也都这样的，比如说现在控出了多少，你知道吗？42。好，单版之前有什么新功能，你知道吗？出现功能。出现功能。好吧，对。对，那所以说，我想说，那反正这种快速开发应该大家都不知道，那我就开了一个 APS 那个 Firefox 的 Common Features。哎，第九，你等一下讲啊。那我就开了一个那个 Firefox 的 Common Features 在 APS 上面，那欢迎大家跟我一起写这个。那这 APS 的特点是啊，它并不是写现在这一版的新功能，为什么呢？因为那就跟 release note 一样啊，就没几个。那所以说，为了不要跟 release note 一样，我就不写两版之后的新功能，然后一直放在上面。不过就是这样写的情况下，就是我觉得我们比较容易去有时间去讨论说某一个东西到底代表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嘛。那打个比方好了，我之前在刚写的时候，我写在38这边有一些新功能嘛，那里面有那个跟 Adobe 相关的，这个是 picture 的 element， 就是一个 HTML file， 不说 HTML， whatever 的那个做 Adobe 相关的属性，那这个东西我就不是很熟。那另外还有一个跟 Web DRM 相关的 EMD 这个跟 B 公司的业务也会相关，但是目前为止看起来好像还没有特别会可以做到什么东西。那所以，我这边现在也有39的。那我想，我的想法是说，我们做到 RO 了，就是说，以现在讲，我们应该是40的。那为什么要做 RO 了？因为没有做到 RO 了的话，那假设我们做到90的话，就每天都要练，然后每天都要练的情况之下，又不一定会知道下一版。虽然说是这样。做 RO 了，因为柔顺。对，我说就是其实就是那时候是不是在考虑了很多，比如说那个计算也好，功能也好，那它的第一步 stabilize 的第一步都是在 Aurora， 而不是在 Nightly。 Nightly 有那种上了 N 个版本都还不会是下一版那种，所以我们还是在 Aurora 上面，就是看 Aurora 的新功能。那打个比方好了，像现在有一个那个 Firefox 39啊。有一些比较有趣的 API， 像那个 Cache API 跟 Fish API 啊，说实在我就没有看，我还没有看内容是什么。那我是期待说啊，小小的期待是说，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看这些东西的话，那上来以后你就挑你有兴趣的东西看，那你也用，你也在你有兴趣的部分加一些注解的，那这样大家一起学一个注解。好，那所以总之38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呢？38其实对一般使用者来讲，有两个算是我觉得还不错的新功能。第一个是 Firefox Hello，
我知道很多人没用过，那我现在也用一下，就是现在是交流资源。对，那大光有那个无线还是那个那个卫药那边有，卫药那边开一下，等我一下。是，但是跟录音继续使用 Firefox 好吗？只能跟现在是匹配的这样的。哎，为什么新开号呢？能换密码吗？重试，重试。哦。太阳没人的时候，我就在说这个。好，来换账号。那我想一下，我的密码是什么？我的密码是。我还在忘我密码什么。好，那先把它喂到上面。好，那我就来按一下。那喂到刚刚说我了嘛，用到他的说我，那我可以跟他加入通话，那他就可以加入通话了，找我的备忘，没错。分享摄影机，我就分享个 FaceTime 吧，因为我现在这边的摄影机正在用那个，正在用 OK， 我在连上，能够看到我。要加入阅读清单，我忘记要加哪去了。检视侧边栏，哎，阅读清单不见了。自定吗？哦，是哦。哦，那应该是因为我他后来有改什么地方，我就没有去看。好，来。
更加制定的月领清单的作用，你们看到了？糟糕，但你们的有是不是？你们的有吗？是被排定的，搞不好是被他们说拿掉，我拿掉，好吧，那就没有了。那这个下一次我讲。好，那其他有一些比较跟生物性相关的东西，就是像那个可以用物理啊，或是中语 N 版过去的动词源，就是可以加标点符号那一种东西。对，加注意符号，加注意符号标点符号。那所以这是Firefox 38的 features， 那欢迎大家一起来帮我一起编那个下一版跟下几版的新的 features， 那下一次也希望说是一个谁另外一个别人来这边讲这件事情。好 ，OK， 那我的部分就结束了，那接下来就换大光。